多谢闽南高铁站的乡亲，露天赛车一定要特别小心。过来看年底，年底这个要选举啊，高合一的选举过来啊，各县市首长任期嘛最后一年，关键十字日前公布2022年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的调查。其中呢，这个施政满意度得到满分五粒星的首长，总共有六个，六都内面敢那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有五粒星，真有可能入去行政院这个桃园市长，郑文灿是四粒。台北市长郭文鼎敢那3.5%，满意度是落加剩43.7%。市政满意度这个屏东县的县长潘明安嘛是5.7%，更加伊就85%的满意度，伫22个县市中排名第一名。关键十字公布这份2022年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，六都市长内底，敢那侯友宜5.7%，啊，桃园、台南地区分别是4.5到4.7的评分。不过，身为首都的台北市市长郭文鼎，敢有3.5/7，摕了5/7的侯友宜面对记者问话，同款嘛是安尼应，就是顾好新北市的市政工作。有不足的地方，我一定竭力把它补过来。民众有些。希望我做了更好的地方，我会再加把劲。本来嘛是洪化会5000级桃园市市长郑文灿，即摆算是减5/7。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，我一向都不把它当作是个人的成果。桃园还是六都里面进步最快的。除了六都以外，台湾含离岛地区，摕到5/7县市长分别是嘉义县县长王忠良、嘉义市市长黄敏惠、屏东县县长潘平安、花莲县县长齐正伟含莲江县县长刘正荣。针对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的调查内底，满意度达到80%以上的7个县市，分别是屏东县县长潘平安以85%的满意度排第一，侯友宜是排第二。伫咧施政满意度上尾5名的县市。分别是宜兰县林祖苗、台中市罗秀恩、苗栗县齐耀昌、屏东县罗宏辉，含排上尾台北市市长郭文鼎，满意度敢若43.7%尔尔。这份民调含去年数据比较，市政分数进步上侪是高雄市市长陈其迈。高雄市因为成功争取到台中电视厂，摕到今年市政最佳进步奖。县市首长的市政满意度是检验各县市首长的市政成就，嘛牵连到今年年底九合一大选选情，各县市的首长拢唔敢放风风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